是这个棒花。你指甲怎么会这么长呀、啊？妈妈，我想吃粽子。现在没有粽子啊。啊，我想吃。这只手剪完，待会儿泡点粽面，明天给你做好吧？好。走。我抱粽子，你要帮忙好不好？好。妈，帮妈妈昨天泡的豌豆洗一下。好。妈妈洗好了。旁边先。祝燕奶奶给妈妈。好。看那边。狂风不停，我也不会畏惧，因为有你和我一起。哇，妈妈好漂亮。对，剩下我们来包蛋黄粽好不好？好。把盆拿过来。唱一首我怀念。哇，好香啊。很烫啊，不要动，给它焖一会儿。对啊，放凉了就好吃。吃粽子了妞。嗯。好吃吗？你最爱光棍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吗？今天爱国诗人屈原。嗯，真棒。蛋黄蛋黄。